为咗冧 fans， 你可以去到几尽啊？小鬼黄鸿升咧就现身黄埔举行签唱会，除咗例牌嘅唱歌之外，仲同班 fans 大玩游戏，有教佢哋跳舞，仲送埋呢个艾德爸爸作为圣诞礼物添啊！帮 fans 签名嗰阵，小鬼仲好识做咁攞部即影即有出嚟同 fans 逐个自拍，哇！你睇下班 fans 冧到啊，红都面晒。小鬼问下你啦，今日见到咁多 fans 嚟撑呢场，爽不爽啊？其实我觉得还蛮开心的，因为香港的圣诞节气氛很浓厚，很开心，很好玩。有没有收到什么特别的圣诞礼物？特别的圣诞礼物啊，我今年还没有拿到什么圣诞节礼物，因为一直都在拍戏啊，然后一直在忙，没有时间交换啊什么的，对，所以一直也都没有跟朋友交换礼物，也没有收到什么礼物。那么嚟紧你就快参加新城颁奖礼了吧，有没有紧张啊？我觉得每一次来颁奖典礼最好玩的是跟很多艺人朋友见面，然后聊天啊打屁，我就觉得蛮好玩的。那当然得奖是一个很棒的肯定，那明年我还是会继续努力的，因为今年其实有很多机会来到香港，然后香港也很多的机会给我，然后给我很多奖，那我也会继续加油。